我有一堆羊关节骨做成的刷花，还有爷爷的羊腿也都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事儿。小时候，我家里房子都是红砖垒的，妈妈要了三组大一点大的羊角的电影，我那时候。大人们都把它当宝贝。有一次，我趁他们匆忙的时候，我就偷偷的没入羊圈里头，把一只山羊就赶出来了。然后，我先是没住了它的脖子，它就疯了一样的就窜出去了。就要快要被甩掉的时候，我就没住了它大大的脚。那个羊就。疯狂的冲撞，我记得他跟着我冲回羊圈里头，然后拼命的就往那个墙上钻。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，他那个脚要是穿过我的身体，我是不是会疼？我当时就摸了摸他的胡子，说。走吧。我骑着它，它带我来到了一片草坡上，那儿有一群吃草的羊。我感受到风很轻，水花。藏在叶子里头，他们在吃草，齐齐的往我这看，他们的眼里很空洞，我仿佛看到了宇宙。然后他们就穿上了草，我看到他们的身体上都染了蓝色的油漆，像是一朵朵盛开在草原上的蓝色的花。骑在他身上，竟然没有一只羊发现了我。好像我本来就是他们的一员。草草的草原，他们就从姐姐开始吃，被吃得成下草根了。他们就用极其细密的牙把那个草给刨出来，像一台台推土机。他们消灭着一切可以吃的食物，在我眼里，他们消解了一群陆地活虫。我记得有狗来了，然后它就一直叫，接着就有人来赶我，然后羊群就被拽到了一起回到羊圈里头。我和他们疯子一起涌入了这条河里抓着，我就被一直推耍着，草料槽和水槽都被占满了。这些羊可真能吃，他们不停地吃，不住地争抢，吃身上的跳蚤。海鲜，羊圈里头，晚上是真的冷。我看到，就是莫名那个屋里头那个灯，一会儿就亮起来，一会儿，它又暗下。
牧羊司机20分钟了，就一般就是那个牧羊就出来走了一会儿，那天下的再嘛，这个时候一只牧羊就想起来了小弟小寨子账号，一直就冻死了，太冷了，有两牙子就活下来了，然后还有俩子不下来了。牧羊了，他们就叫那个小寨子叫做公司的名字，就被扔在了旁边。我的小喵。回来就没有好气，于是我们将柴火里头，我拿起了一把刀，朝着自己一点一点的划开。我把我嘴上的眼睛插在了药皮下面，我最心爱的心脏还在跳动，它被我挂在了我的头颅中间。天热的时候，总算有人发现了我。好强强，我把我的眼睛藏了起来，为什么会不痛的呢？我宝贵的香蕉和其他没在一起，被一个女人丢在一个毛躁的桶里头，她将我的血收好，然后。加入了跳跃，滚入了我的肠子里头。我的肠子里还有一些草根香。靠近骨头的时候就被提了出来。我的躯干被剁成了很多块。我的脊椎被敲断了，我的四肢被割的刀号，左号被贴上了假的，好像还有个皮而已，我的皮被带走了，头被掏掉了吗？老爷爷呢？孩子们一起吃掉了我的脑袋，我的皮被打下了。我的拐子骨被送给了一个孩子，他有了玩具国漫，还有一个弹弹球。他有了两个好朋友，他好快乐，我也好快乐。还好，我的眼睛还在。我也一边送给了他，他带着我一路闯荡。我看到了，是炒烧我的肉越来越值钱，我的铜锣也越来越多，买和卖的都是一个小子。我看到了，
草地都在变化，变土。我看到草原慢慢的变成了河吗？可我的桶呢，也变得越来越多。看到草地。